其他的时间人都不是很多，都不需要怎么排队，都不用排队。外省的朋友下午预约通道就开放，你们多看一下，多刷新一下就可以了。你们听见胖岩喘气的声音吗？哈哧哈哧，声音可大了，因为他们体型更大一些嘛，两三百斤呢，活动的时候那种喘气的声音也会大一些。就大家到现场之后，站在这个围栏外头，听见他们哈哧哈哧那个声音可大了，特别是林岩，麦麦哈哧的声音倒没有那么大，但是林岩他好像走路都是哈哧哈哧的。没钱交水费了，停水了。胖爷的钱昨晚都去那个啥了，都去用来洗澡按摩了。今天的没钱交水费了。河南省外的朋友，就为了欢迎大家省外的朋友、外省的朋友到河南来做客嘛。咱们动物园从这个4月8号到4月28号，省外的朋友只需要线上预约，预约成功了就可以免费过来玩了啊。线上预约，省内的朋友就是补交通费。现场买票是175，直播间买的话是170。对，8号开始，8号到28号，20天的时间嘛。小朋友看身高，不超过1米2了就不收费，超过1米2了跟大人一样补交通，交通是必消。直播间右下角170。外省的朋友预约就可以了，省内的朋友就那个补交通就行了啊。在哪预约？可以点开主页视频看一下，大家没有点关注的话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，点开主页看一下。交通是什么呢？2段往返的缆车、观光车、观虎车，价格在直播间右下角小房子里边就能看到了啊，右下角小房子点开170。对，外省只要预约成功了，只有5块钱的保险，别的费用都没有了。这个是林岩，那最近羡慕泡澡啊，因为他们前段时间泡澡泡的太频繁了，沾水沾的太频繁了。那有时候胖爷一天下水几十次，那毛裤都没有干着的时候，然后他那个脚后跟那片毛毛他都有点断毛了，所以最近呢他就不泡澡了，给他控制一下。林岩会卖东西吗？对，他会卖那个啤酒、饮料、矿泉水、瓜子、花生、八宝粥。他今天早上刚吃完饭，喝完水就坐在这儿，然后躺在这儿敲着自己的腿，这会儿是抠着脚。因为他们上一年泡澡没有这么频繁，麦麦是喜欢脚下水把他脚给打湿，然后今年更频繁一些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春天到了，他们俩有点小躁动了，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，就比上一年更频繁了，一天下水几十回，所以那个脚后跟就有点断毛了，所以最近需要控制一下，就不给他们放水了。可以喝水，但是玩水就先不玩了，到夏天咱们就是再玩。省内的朋友需要补交通啊，省内的朋友到现场补交通的是175，直播间补的话是170，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右下角购买。胖岩是不是要上树了？他这会儿在发呆呢，仰着脑袋在发呆。这个是灵岩。为了欢迎外省的朋友到洛阳来做客，感受咱们洛阳人民的热情，所以从4月8号到4月28号这段时间呢，只要是外省的朋友，可以通过线上预约的方式，只要预约成功了就可以免费过来玩了啊。外省户口的朋友只要预约成功了就可以过来玩，从明天开始。不知道咋预约的，点一下左上角关注，点开主页视频看一下。哎呀，胖爷要睡觉了吗？趴下了。今天天气对是多云，目前没有太阳。胖爷这皮大衣小黑马甲蹭到哪儿了？有点发白呢，估计是在里边蹭墙了吧。
有点白白的。累了，孩子累了，这咱们今天睡得还挺早呀，不知道能睡着不？趴着休息一会儿，这样看胖爷的鼻梁挺高的嘛。小时候打节拍，对，一拍一拍的。今天是多云，这太阳这会儿有点想出来了。刚才那会儿没太阳，温度都还挺舒服的。不是人少了，是他该休息，他有点累了，他就想休息了。人多人少，他该干嘛他干嘛，该睡了睡，该吃了吃。对，他的手他会拍，就跟打节奏似的，一动一动的打节拍。现在还没有开始预约呢啊，不知道怎么预约的话，点开主页，点开主页看看主页视频。明天开始，从8号到28号啊，预约成功了就可以过来玩了。省外的朋友，整个洛阳今天都免，别的景区咱们不知道，反正咱们景区是对外省的朋友免费啊。对外省的朋友，对，这是明年。今天下午我就可以来，点开主页看下主页视频。啪啪熊，本地人来的话，整个4月份就是补交通嘛。到现场买交通的话是175，直播间买的话就是170。直播间右下角可以直接买，你看一看你哪天来，你就直接买哪天的票就行了。买完了不用预约，直接过来使用。火车站，洛阳火车站，大家来的时候可以做好那个攻略哈，网上搜一搜看一看。对，看完国花看国宝，欢迎大家到洛阳看牡丹、看明年和麦麦。女过来了，170不含保险哈，保险是5块钱，不包含在这里边。外地的朋友只有5块钱的保险，别的什么交通门票都没有了，只要你预约成功了。你就可以直接过来玩了啊，只要你预约成功就可以。今天早上出来吃完饭，喝喝水，房间里边溜达溜达，这会儿就想睡觉了，趴下了。外地的就是非河南本地的朋友，就是外省的朋友嘛。不管你是广东的、广西的，还是北京的、上海的，你外省的朋友，龙门站到动物园大概得2个小时。今天下午开始预约。为啥对外省的朋友免费呢？就是因为4月份正好是咱们洛阳牡丹花会嘛，很多外省的朋友都来咱们洛阳玩耍，就为了欢迎外地的游客到咱们洛阳。